喂，新嘉宾旅馆啊。干嘛呢？非常感谢，在2000年开始，新闻局、文监会都花了很多的钱来支持我，因为我把我典藏的从1949年开始，我收集的一张纸、一封信、一个剧本，我都留下来，我捐赠给国家电影资料馆来整理。我们需要请导演把所有珍藏的资料感捐给国家电影资料馆。好，是不是可以往拍一下啊？跟我美丽拍一下。这是松花江畔的定稿，在大陆上面一共28个字，人生80，日月清。一个人活到80岁，太阳跟月亮都觉得跟他亲近，指导甲子天地情。他能够指导60年，恐怕天地之间所有的情，他都充分的了解和掌握。席赞李太白，诗中仙。当年有人叫李白呀，是诗中的仙。金羡，现在我们都羡慕啊。有个人叫李行，不是李白，影上人，在电影当中真的是人上人。我想是大家的一起领导，好友，谢谢。亲朋好友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我们台湾的电影蓬勃发展，谢谢大家，加油。